干嘛？你们干嘛在看着我？我选得很不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江宏杰，这里是呢 L What's in My Bag 的地方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包包到底有什么。第一个，我先拿出我的酒精。对，因为还是在疫情当中嘛，所以酒精一定是必备。我现在每个人都是这样。然后还有笔，基本款，有时候要写什么资料。再就是钥匙，然后这个维他命，这个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很重要，可以补充就是营养。对，然后呢，耳机，对，耳机，还有牙线，我会随身携带牙线，因为最近有在矫正牙齿，清洁方面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这样，然后再来是。啊，对，我本身因为戴眼镜，如果是要运动啊，要工作，几乎都会戴隐形眼镜啊。对，这样。然后我本身会，我本身会戴眼罩，我休息的时候就是尽量我要100%得到充分的休息，所以我不能有一点光，我就会把我这眼罩戴上，即便是休息5分钟我也戴上。对，然后对，牙刷跟这个牙线是。一起的同一个配备，帽子、牙膏，还有这个雨伞，大家应该都会带啦。雨伞，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。现在拿出这个轻便雨衣，因为最近我们在练习龙舟，那天气都不是太好，所以我随身都会备一个就雨衣这样。然后如果下雨的话就可以使用到。再是钱包，再来呢充电器，然后接下来是眼镜盒。我本身平常如果不是运动的话几乎都戴眼镜，就这样，因为我现在有戴隐形眼镜，所以我一定要闭着眼睛。最后一个是水壶，对，这个水壶很重要，因为 L Run 只要报名就有，这个应该算是赠送的礼物，对，可以健康又可以水壶可以拿，大家一定要快去报名。没了，就这样，还有一个包包。那我今天出门就带三样。这边的三样啊，这边的三样。怎么办？好难哦。第一个，我觉得要车，要有车，那不然我走路应该会走到，然后脚断掉之类的。再来就是眼镜，对，因为我这里面的隐形眼镜也有限，可能就先戴眼镜好了。然后再来应该是酒精，对。干嘛？你们干嘛在看着我？我选得很不好吗？很奇怪吗？结尾很突然。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告诉我。那大家一定要追踪 L 的频道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报名 L Run。OK， 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告诉我，然后并追踪 L 的频道。那最重要的是。一定要报名 L Run， 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真的很心虚。